上，寒山上，雨衣好不清，要我打奸臣曹当啊。闹花灯，把火闯，连累满门遭祸殃。寒山之上点兵将，要与薛家报冤枉。哦，薛刚，起乱印，只因吃酒带醉，大闹花灯，打伤人命，可恨张太老子上得金殿，参奏一本，那昏王降旨一道，将某薛家300余口俱图斩首。多蒙恩公，虽老不负，在暗中相救，使某逃至寒山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如今兵精粮足，正好发兵。阿夫人，请来传令。老爷，请来传令。好，歇脚上战。来，您一位前战先锋。都领带马，薛奎听令。哎，传令下去，大队人马兵发长安去者。特令立登旨，下面听者。元帅有令，大队人马兵发长安去者。
娇儿七般病，为妾转回城。望向寒山时，暴雨向野之。启禀相爷，寒山发来人马。哦，寒山发来人马，正是。好，带马的喽，一观。
弹不见陈家儿郎啊，一个回到陈边，能问你家之阿父阿周的大贤，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，你的地平身，你的梦平身，你是弟兄排行第几名，值得听到的你往下吊桥太沉闷，你帮你顶撑你多数是不是来到不明，要将太沉关不能你报上花名。大相公回来了，大相公回来了，哎呀儿啊，弟弟小心了，下元日夜陈太平，寒山发来多少兵，寒山发来三千七百人火把，青龙会还有八百兵，领兵元帅哪一个，哪一个做了天斩先秦的地，孩儿做了先行官，有一个先行的养儿啊，领兵元帅三叔齐，哪一个三叔亲，就是薛刚三叔父。怎么薛刚也来了？正是。好，唤他前来见我。是，有请三叔父。听家儿一声亲，翻身下马心留不宁的，走向前来忙归听，尊身不负可安宁。
听。此位是我三婶母季鸾英。哦，三夫人，请请。谢伯父。儿是薛刚，朕是孩儿。好奴才，一见奴才咬牙恨，不留老夫妻千金，三杯黄汤。日了冬，海了船家远门，我恨那你痛，下坑呀。转心的回儿谈有过无罪吗？带马的什么？孩儿要杀上金殿与祖先报仇。当初为什么不报仇？当初我有三叔父将领。没有你三叔父，你不报仇；有了你三叔父，不听为父的言语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要反却也不难，来来来，一枪将老夫刺死，然后再反。下令，爹爹，爹爹，爹爹。孩儿不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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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不不不不。不烦了，我呀再也不烦了。好，还他们回来。是，还他们回来。哼，大胆的奴才，三叔父请转。
尊身不负一世听的大闹花灯开儿错，不该杀我一摸门的三月孩童有何罪，老伯父思一思来想一想，伯父啊小儿心疼不心疼，犯上殿为江山，不为江山为社稷，为的什么社稷？为周后来，哪知张太老子与我薛家报仇雪恨呢？也罢，老夫上殿起奏一本，万岁准了本章，拿至监堂与谢家报仇就是。若是万岁不准本章，再犯不阿伯父，你要言而有信呐、啊。老夫岂能失信于你？侄儿遵命，众将官。将，将人马倒退四十里呀！啊！此番上殿倘若那昏王不准本章，那时节可容孩儿造反呐、啊？是啊，到那时节好反呐、啊？怎么着，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反了吗？是的。好嘞，我呀造反去喽。薛家的威风又来了，
相爷，此番上朝是乘旗还是坐轿？老夫今日高兴得很，我要步行上朝。家园有准备一起朝访伺候。遵命。老夫上殿，启奏一本，万岁准了本章，拿至监堂，一些家报仇就是。哎呀，若是万岁不准本章，那是些长安城内有一场大热闹啊，待老夫上场。
天大火灾，打坏了天座张天庙，刚才的门牙打下来，太庙的声响打坏，太子的进退落尘埃，徐家绑在西郊外，三杯口把刀开，只听喊喊人和马，谢娇、谢奎、谢刚，金龙会环游八百兵。寒蝉不觉天色晚，急急忙忙，不禁恨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，往上称万岁尊了我的本，君师君臣是臣，万岁不准我的本，子君臣杀一个。乱纷纷往里行走，走不动心里行走，三步当作两步走，两步当走，一步行，行行